孙俪韩晒一家四口合照，女儿上演空中一字马，一家大长腿惹人羡。孙俪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一家四口的合照，并配文称2022年的七月。照片中，孙俪身穿黑色短袖下搭粉色短裤，依旧留着她标志性的短发，对着海的方向跳起来，从她的身形中依旧能看到多年芭蕾舞的功底。邓超与孙俪穿着情侣装，上穿粉紫色短袖下搭黑色短裤，小腿肌肉发达，想必平时一定没少锻炼。等等穿着白色背心和蓝色短裤，小花与哥哥穿着同样的衣服。令人惊讶的是，才八岁的小花已经能够完美展现空中一字马，基本功扎实。网友们看见孙俪的动态后纷纷惊呼，妹妹太厉害了吧，一字马。还有人表示终于等到一家四口的合照了，也太不容易了。孙俪经常会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与孩子之间相处的趣事，但出于对孩子们的保护，她很少晒出儿女的正面照。祝愿他们一家人能够一直幸福，也祝愿等等和小花健康成长。